中共独中是一所拥有116年历史的悠久学校，我们创校至今，秉持有教无类，因材施教办学。中共办学的历史悠久，办学与时并进，不断进步。中共自2017年开始建设一栋15层楼高的综合教学大楼，新大楼为学校增加了17万平方尺的学习和活动空间。除了提供学生更多的学习活动空间外，大楼增加了35间智慧课室、多间的专用课室和梯级大讲堂，以及许多最先进的设备，配合最新教学方式。我们一共添购了70台 IMAGO 互动电视，安装在全校的课室和专用室。智慧课室都采用互动电视作为一般的教学上课用途。学校积极培训老师使用互动式教学功能，也可直接安排国内外讲师以线上方式对班级上课。中共为打造智慧校园，极力提升学校教学设备和校园环境，为学生学习营造最佳学习环境。全新的 IMAGO 智能电视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上课体验，它让老师与我们都能随时随地的上网以及更新教学资料。它的高画质、高质量音频以及顺畅的网络也为我们带来了良好的课堂体验。智能电视可以让课堂的互动性和便捷性大大提升，不同于以往的上课模式只有老师在前面讲解，它还有便于性的白板、多元化的应用软件，让学习变得更加有趣。中共独中采用最新的 IMAGO 互动电视设备，就是希望以最好的教学设备把教学工作做到最好，更希望让学生在学习知识达到事半功倍的最佳效果。